小乔，老外是如何看待中国制造的呢？ Everything is made in China. Pretty high quality most of the time. 也有人这么觉得。I really hate about made in China stuff. 但如果在国外一整天都不用中国的产品，会发生什么呢？首先，这个是我今天的造型，我的外套、衣服、裤子、拖鞋那就都不能穿了。我脱。再见，裤子。假如身边啊，只有这块绿布，不是中国做的，只能内裤包绿布，开始这一天的挑战。首先，我身上最重要的工具就不能用了。这苹果手机是中国组装的，给你拿走吧。失去了手机意味着什么？你们懂的。没有了手机，小乔就犹如这社会里面胖胖的孤岛，与社会失去了连接。首先要弄一套非中国制造的衣服，费了老大劲了啊！弄着一张实体地图，前往沃尔玛。小乔发现了沃尔玛的一个秘密啊 ！China。那就是这些衣服都是中国做的呀，不只是衣服，运动鞋、电脑、智能音响、吸尘器、床垫、篮球、小脚脚、锅、娃娃、滑板车、米奇、台灯、按摩椅、泡脚器，全都是中国做的。于是我问了店员一个问题 ：It's not made in China. I think everything is made in China. 他自己拿过手机啊，去问经理去了。Look at every single thing. 兄弟，你们店里有多少东西是中国制造的 ？Probably like 95%. 99.5. 95. Wow. Pretty sure.完了，今天只能披着破布在街上晃了。下面进入吃的环节，今天啊就吃美国最著名的连锁美式料理，香浓的咖啡。看看这咖啡杯是哪产 ？Made in China。杯子不能用了，直接用咖啡壶喝吧。这咖啡壶也是中国，只能拿手接水喝了。这给脚上烫的。熬夜上菜了，大牛排、鸡蛋。脚就往盘子底下一看，这盘子也是中国产，刀叉也是中国制造。看来脚现在只能上手了。这长得这变成原始人了，吃饱了也洗好手了。小哲采访了一些老外，问题是如果从此以后美国再也没有中国制造，会发生什么事情 ？Oh my God, we're gonna die. I guess a lot of jobs here. Prices will go up. Everything is made in China. 然后小哲遇到了在健身房一起跳操的大姐 Liza. Quality is not good and it's cheap. 他说他家没有一件东西是中国制造的，我跟他打了个赌。Come on, I don't have anything made in China. Nice house. 看看他的榨汁机 ，Made in China.You check. Can you see it? I see. No, I am wrong. I see Chinese words on it. You have Chinese words. You even have a Buddha hat in your home. 台灯、沙发全都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 No. Your favorite cup is made in China. It sure is. The whole house is made in China. My homework is to take it back.Liza 大姐说她从来不去沃尔玛，只去精品店。没想到精品店里也是中国制造。小智发现了，在美国如果不用中国制造，那简直就是寸步难行，啥也干不了啊！干脆回家睡觉得了。哎呀，这被是中国制造，这枕头也是中国制造。完了，这床就不能睡了，弄一段报纸当床吧。这报纸啊，都是美国当地印的。我终于成了自己家里的流浪汉。小乔不想从更高的层面看这个问题，但是不能用中国制造的这一整天啊，绝对是我这辈子过得最惨的一天。衣不蔽体，吃饭用手，睡觉盖报纸，手机也没法用，根本无法实现基本的生活条件。如果可以，那就将付出几倍的价钱。好在啊，小乔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美国的所有厕纸都是美国本土制造。要不然啊，你想想，这问题怎么解决？你拿啥擦？那得多恶心！